看起来又像穿衣服，又没有像穿衣服那种。老板，你想睡觉了？这乌鸡怎么卖？刚才在那边看到七片乌鸡，也不是说很好，他说很好，他说人家给过八万。哦，你给了？不是我给的，这怎么卖？这两片给了一万八。行情有这么好吗？有没有回头？可以万楼啊。一万五。万楼啊。好久没给你买东西了。这个配不上他，做忙也不合适。这个房价你现在对不对？我看过了，我买不起。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没有钱了。这几个人，直接给了七万。我看过了，都是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钱不够。如果我给你买，给他们看到这些，他们就不会说我的东西是微料。没有皮哦。这个是墨西哥的。没有行情。那你问他差的远不远？远的话就不加，不远就研究。喂，福总，这个珠子适合你啊。这个怎么买？快三十，太贵。哦。我都嫌贵。连你都觉得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他这个颜色给了一万二。他也不卖哦。对。总还是不错的，真的不错。不准变化对吗？好看我都买不起，没钱。我真没钱，我上次有钱，你那个就一小片十几万我也买，那没有钱呢。这一件是这样子的，别看它小，但是它很贵。你先边角拿下来，中间的位置你给我留起来，做几个马鞍，看一下马鞍的效果。这里反正做个小扣子也不现实的，你这一块长长的给我留着，刚好这里有毛病嘛。其他的切全部做马鞍，不要做圆的。好，然后镶戒指一截拼起来那里，如果效果好，这里面这一块可以有大用。当初买的时候那一小片感觉很贵，但是你东西一做出来它就不贵了。上手是蓝绿，放下是橄榄绿，但是我还是喜欢蓝绿的感觉啊。团长，现在效果出来了，这里我要镶一颗戒指包起来那种感觉，中间就是一截，好像是套进去的那种感觉啊。然后这一点点你别看它有点怪怪的，但是它很垂，这一点你就稍微形状修一下随行，但是它这里是不是有点大，到时候这边少掉一点嘛。那我们可不可以这么镶啊？你看这一点点把它切出来，镶的时候是这样子，然后前面一点一个圆圈，这一条大的，这一条小的拼在一起那种感觉，明不明白？不明白画出来给你看。还有这个中间这一点棉就不管它了，原来想的时候是要把它切开嘛，不要，你就做成一个无色牌就可以了，角度要打好的那种。这后面这里有一点点裂的吧，没关系，倒边就没有了，角度一定要打好，角度这边我们结合强项。还有这一点，我看你没有做界面是因为后面有棉是吗？来做一只 Q 版的小貔貅耳朵嘴巴做出来就可以了，是界面那种。对，还有这一颗最大颗的也是主力，这里有一点点棉，我看了一下是可以挖掉的。随行的佛看起来又像穿衣服又没有像穿衣服那种躺胸虚化的那种，对，一定要虚，这个不能做得太具象了啊！上次你把那个做得太具体了，我就揍你了。说今年以来这一份是我们用这个价格买到东西应该是翻好几个倍的那一种，而且只是一小片料翻得很严重的那一种。来那个佛，这个是有封底的，所以光特别好。这个是没有封底，但是这个我有点不太喜欢。不太喜欢它什么？因为它这个上面一条香，我那天没有注意去看，我就让他们在里面拿一个，结果他拿的太大了，这个要小一点，这样看起来有点主次不分，你知道吗？嗯，这种东西就要封底，封底光就好。这个如果再封底的话，它就可以再上一个档次。你们刷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佛白色的整个都是光，它其实就是后面镶嵌的时候让它光进去，这些孔你看到没有，让光进去。你别以为那些就完了，这里还有好多。这是在灯光底下，封底跟不封底的差别就在于光是不是很好，以后考虑的时候还是要封底，封底开大概。嗯，我在想要不要改，这里挑一颗小的上去配一下，这里挑成这颗。还有这些马鞍件，原来买的时候有点蓝蓝的，怎么做出来变成绿绿的了？就喜欢买那种蓝蓝的，像这种淡淡的蓝就不会被怀疑成微料。你管它呢，品质在就可以了。